呢度系铜锣湾维园，咁啊随手拍下。有噴水池，好多鴿喺度飲水。黃室島。
崇光百货。黄金广场。所以大家如果要认识更多完善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脸书，还有我们的 YouTube 以及我们的 IG 上面。最近很多的香港朋友呢，都来给我们发照片，然后跟我们互动。非常感谢香港的朋友，我们一家亲，大家都非常的支持完善。那这一次来，除了主要宣传我们即将在湾仔进行的伊莎白的演唱之外呢，当然还有要分享更多我们从台湾带来的。对，那下面要唱的是《江湖圈》这首歌曲，非常励志，那叫做《我的未来不是我》。那我希望现场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唱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大家后面记得留通道给我们，要进出这个铜锣湾捷运站。我觉得这地点选得非常好，因为很多人必须强迫经过听我们。对，我觉得是蛮好。我们要唱一唱，可能进去那个橱窗站的嘛，就变成。